嗨，各位好，我是熊熊熊。今天要来示范打那个新的地图木 A 爪，他们都说是小北欧。对，然后木的其实关卡没有很难，所以用擅长的 BB 盾示范一下。前面就对，因为一直打就对了。龙克是这个，等一下，等它亮了就知道了。对，前面就一直打就对了。太久没有录我讲话的声音了，对，不知道他讲什么，反正一直打就对了。龙克是这个，某一次的，应该不是轮回，某个地狱吧，我也忘记了。由于木 A 爪没有回合限制。就一直打就对了，然后可以洗洗地就尽量洗，没关系。这里就是装五颗就对了。爆发没关系，血不多。第十关的三六关，再来就会有蛮多技能出来了。反正 BP 就是一直爆发，对。哦，好痛啊！所以没有，先补血。这个时候可以利用啊，没算到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补回来没有？哦，先补血好了。
然后带走，记得要转到三色。啊，水没转到，随机三色哦，原来是随机三色，现在才知道。那就当做这顿。哇，神天降！哇哇！看来没什么技能。洗涤用的吗？应该是洗涤用的。12块，还有攻击，真的假的？没注意看，我记得他们写是100，有没有180万吧？排不到升华，好吧，就这样。平龙客，龙傲，来吧！希望神天降烂竹。哟，一组，再来就是高分的龙客，尽量点强化。6500，第二个技能没发动，有，浪费一个龙克了，召唤小怪，这里应该也。妲己要洗吗？小洗一下好了。记得每次转5颗。对，你要一箱血，好像是30万。这里可以洗涤一下，把龙克用回来。原来刚刚锁那个成员，对，注意。然后龙克还有7回合。6回合，慢慢来，再洗一下，没洗。再2回就好了，小打。
他手残。那他两回合一组，打多少算多少。你。对战越勇，进场吸第一，再来吸第二。反正是个大力转吧。来，看来没什么差。腐蚀燃烧，我很讨厌这个技能，所以跳吧，会不会那么悲剧都没跳？好，我希望可以一波带走他。关了，多少？不知道，没关系。年，我记得他写着100万。我要不要开龙哥呢？先转，再考虑。按住够多了，神天降啊！哇，直播主按的，拜拜。再等一会好了。小补血，那就扣25的血。OK， 连。三颗，赞。OK， 就这样。白升华，好，那就这样。20秒久，哇，掉了一组。好，高分不用留住，高分就点个图，好了，哔哔过目的 H。没有难，就是那个全部说队员那边注意一下，同时打不到不会死。好，那就录影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。